老师，你喜欢比基尼吗？我今天有穿，您要看吗？喂，我到了，在哪儿呢？我在你后面呢。这样算勾引成功了吗？男人真的都喜欢这种飘乎乎的裙子。我过来。哦哦。季老师。下次再穿这样的衣服，记得换双鞋子。嗯，知道了。怎么想到穿裙子了？想让你多看我两眼的，结果好像没有成功。也不尽然。啊？不过呢，壮士仍需努力。哎，你怎么这身啊？一言难尽。你有带多余的上衣吗？来海边还穿什么上衣啊？你有没有带比基尼啊？那就好，你要知道这次露营呢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所以呢你就放心大胆去撩，记住先下手为强，再好的天鹅也要给我煮熟了往嘴里送，必要的时候啊祭出秘密武器，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直男不喜欢三点式泳衣的。你的主意啊？对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我自然需要好好努力一下。那你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，想怎么努力？有两种模式，看季老师是吃硬还是吃软。什么意思？季老师，你喜欢比基尼吗？我今天有穿，您要看吗？瞎说什么呢？我没兴趣。咚咚咚咚！胡闹！把衣服穿上。我穿好了呀。不是说泳衣都是男人浪漫的天堂，季老师怎么是这样的反应啊？我还特地挑了一个身材好的呢，是吧？无聊，把衣服换了。然后呢？你不会这样就结束了吧？谁家的小孩子，给我过来！阿姨，麻烦你把球扔过来。你叫谁阿姨？我不是阿姨，你知不知道你破坏我好事儿了？我刚刚看见他趴在那个哥哥身上。你流氓！都站住！